It's falling down like raindrops， 就是胳膊腿从天而降，就像下雨一样。这是当年那个就是911的时候，那消防队的人冲进去救人的时候看到的惨象，就是他们讲的。Depeche Mode 这一次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进入到西方最顶级的那种巡演模式当中，包括制作团队，包括场地，包括面对的观众，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帮助是很大的。It goes in the trucks and it goes with him to Germany, so they're taking everything. German market is the biggest music market in all Europe. 彼は私が来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のを思うのに、もしかしたら。日本以上かもしれないね、そういう、なんか日本にはやっぱりカルチャーがもう溢れてるから、でも中国はまだまだこれから多分こう増えていくから、やっぱり若い子らがこれからこう広めていくんやろなみたいな。青春你应该去犯错，很多时候你老了你想去犯错，但你已经失去了那个资格或者说能力。少しでもやりたいとか思ったら何でもやってみることじゃない。日本的这国家，实际我们大部分还是在电视啊，通过一些作假书啊，或者是一些报道去了解，实际上没有在日本去真正的生活过，体会不到他们实际在他们生活当中的那种压力。大部分的人还在墨守成规的每天的辛勤的工作，但这也是他们民族的精神嘛。没有人在思考。我们的未来，未来嘛，未来有什么可打算的？那有什么用啊？你怎么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你的身份证那是什么？谁是什么？没带手机，没带手机出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证件证件，我证件没拿出来。刚刚排练完，你自己拿好吗？你自己拿，稍微等一下好吗？I thought was things about death. It's sometimes meaningless. For example, when you have a war, people are fighting against each other. Young people dies there, and only old people still live. It's like unfair thing, but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We want to talk about it. 哎呦我去，他连电都拉了。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有一种。碰到这种特别无力的感觉，你写再多好的歌，你再强大，但是在这些力量面前，什么都不是。我今天还在想呢，我想离开北京了，我不想在北京待了，待不下去了。在北京上学到毕业，将近十年，就是觉得。自己在大都市里的这个生命生活体验已经够了。随心唱的即兴，比较即兴的这种，就是跟着风，就挺适合这个氛围的。然后我就感觉整个就是。那个气氛都是特别特别宁静，就是是任何地方都给不了我的，就那种宁静，那都是属于自然给我的无形的这些力量能量。人性是永远不可能被机器取代，绝对不可能。真正最好的、最具有灵魂的部分是它的生动。这个生动其实就是这个自然带给大家的东西，带给人的感受。我们给你的不是就是按部就班的给你的，而是额外的一个东西，是独一无二。这是我一直以来对娱乐、对于艺术的一个要求，就是这样。我经常怀疑自己，
我也经常怀疑自己干的事情，虽然我经常怀疑，但是我还是会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艺术来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化，越来越感性。科学创造了世界，艺术才能美化世界，然后能让我们变得更柔软，更具包容性。 And in the lab, we try to separate them into different groups. And after that, we record the mushroom's morphology, like what color, what is the size, what's the smell. Here, I use human poop as the bait to attract. So the shikala, dung beetles, can smell this one. And they fly from the distance, come here, and try to reach to the poop, and they fall into the trap. 随时随地打开就听。在这城市的生活里，我总等待着每一个周末。But I know you got someone that's unfair, that's unfair.